不错，尝尝吧。真好吃，鲜嫩多汁，入口即化。这肉的口感和我妈妈做的一样，但是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味道？因为我也干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，我偷拿了一本特殊的菜谱。不用我说，现在你也应该明白很多事情了吧？以后多和妈妈聊聊天，很多事情也许自然就解决了。自己不靠近，还真的闻不出来蜂蜜的味道的说。